我们在这边运行的话，其实就是申请到国内第一张最高速的自驾车测试车牌，那让我们的车子可以用50公里/小时在这个场域做自驾接驳验证的开发测试这样。其实这边的道路环境，如果大家有来机场的话，其实可以发现是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的。那我们要让这架车可以在这个场域内做正确且快速的换道决策。在这上面呢，我们其实有做了许多不同的开发，可以想象说就是在换道的过程中，如果两台车都一直维持在高速并行下，其实在特定距离下是没办法做车道切换，因为安全距离其实是不够的。那借由我们导入这个方法的话，我们可以动态去修正我们跟其他车辆的相对位置，我们可以做一些提早减速，让其他车先通过，那我们就有适当的空间去做一个车道切换。